这个城，这个字，我这边应该得过车。我刚撞女生，好像也没发现。靠！又有什么事情？ 搬家的那个女孩，那小男孩就说：“不，你骗人。”女生就说：“我没有骗你啊。”大姑蛋，已经够了，我不想听。 他准备要搬到江户去了，女的叫Miho，男的叫心太。因为女生的爸爸有新的工作了，他们很快就要出发了。可是为什么现在才告诉他呢？我说，可是因为不好出口。 大人的工作没办法，必须要搬家，小孩就没办法了。哭哭，啊哈，遇到了我们龙马大叔来解救你，先拿五哭。哦，哭声大声的，啊，这个时候才发觉自己对着那个小男生讲了。 然后请他帮忙。他说：“如果有遇到那个叫心太的小男孩的话呢，帮他传达一句话，就是谢谢。”你去神社吧。 神社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，有金蛋号帮助我。乖乖乖乖，拜拜，消失喽！秘境，消失的路。大咻，那只猫还在。 何なんだ。
都被我打成这样了。看到小男孩了。他也一样，他觉得自己刚刚讲的怎么会讲那种话呢？我说为什么要跟我道谢呢？明明我们两个吵架的时候，明明没有值得让他道谢的。这个做的是这样吗？嗯。啊，因为那个叫 Miho 的小女生啊，在一年前就来到这边，然后一直都一个人嘛。那这个小男生呢，就看他一个人很可怜，就跟他搭话，问他要不要一起玩这样子。就之后就开始变得很熟络了。要告诉这个男孩，那女生所说的，所说的谢谢是什么意思？应该是这个吧。成为朋友是谢谢你。这边要你去哪一行呢？是这个怂呢，你哎哎，吃他妈的好逗啊！感觉是这个人。
国外考，好恐怖的脸。任务你可能之后也可以有一些小游戏之类的。遇到多拜一下。哦，可以增加料理成功率，内装，还可以养猫。养鸡，养狗狗，神赌商店。豪华，养鸡的话应该是生蛋吧，至少第一阶段要先练。没办法买巫女哦。那巫女应该以后才会有。看，完全被骗，这是给他三千文的。分毒。没有金蛋号子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准备要走了。哇，要走了。哦，你倒了。
哭了。喂。逃がすか。要追啊！我操！瞬间就追到。嗯，不错的体验。耶，上升了。どうも見てってください。こんにちは。时间直接变长。我去找哈鲁卡一下。有鸡，应该有鸡蛋。果然。よし。おお、大阪だ。大阪だ。よし。よし。おかえり。お、聞いた。哇，来做一些吃的吧。没有饭。哦，这个可以做。さあ、来い。いや、お。
うまくできたようだな。しゃあ。做菜啊，就是享用享受田园生活这样。你所吸入啊，人生。不能做。Puri， 叫人参的，我刚刚有看到人参。对啊，自己煮啊。好，泡汤。虽然说血本来就满了，看有什么人要什么菜。送完回来了，快！今帰ったよ。钱好少。OK。
哦，哇，明明日本的人参是中是它音汉字是写人参啊，那实际上是胡萝卜，念法也是一样。哇，球里有这么多啊！嗯，那我不要这个，球里比较多。嗯嗯，OK， 然后我要把那个天弄大一点。哦，很大。OK， 哦，我没有买肥料，应该就这样了。料理成功率已经上升，狗屋、猫屋有了，然后可以换装。哦，还会有死海。哦，哦，是能做的农作物。它捕猎了好多、哦，特别是国家那个南瓜、胡麻豆、番茄、cabbage 白菜。这几个都比较高价位。导入塔卡西，OK， 有了，挺丑的。OK， 好，回主线了，支线真多啊。長崎にどえらいもんが入ってきたらしいぜ。